近日高晓松暴瘦的话题一直备受热议。4月9日，有网友晒出一组高晓松近照，直言其暴瘦不少。照片中高晓松身穿一身黑色套装，整个人神采奕奕，不得不说还真的是脱胎换骨，大脸盘子都变成瓜子脸了，脸上不仅看不出一丝赘肉，身上也是非常匀称。可没想到夸赞的声音还没持续多久，某位参加活动现场的网友晒出了一张未经任何修图的神图，直接在线打脸，让高晓松回到解放前。这张未修图中，高晓松的脸依旧圆润丰满，甚至可以看见明显的双下巴，脖子也粗了一圈，与精修图的巴掌脸判若两人。为此高晓松还被扣上了虚荣的帽子。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喜欢就订阅呗。